周迅是天才型演员，表演几乎都是本能以及后天独特品味的自然迸发。2000年成为四大花旦之一，其后主演多部有影响力电影，凭借精湛的演技屡获最佳女主角大奖。作为华语影坛最具指标性的女演员之一，无论镜头前的周迅是清纯可人还是妩媚诱人，生活中的她却总是真诚待人。如今已经39岁的周迅身材还是保养挺好，近日北京冬雨曝光几张周迅早年的清纯照片，那个时候的周迅宛如清水芙蓉般靓丽。上岸后，被桥的孤独。